我在找最好的位置，就是它了。啊，本大师会失算。嘿，其实在误差范围内，它已经进了。哇，师傅你真厉害，下边要看我的了。也选个好位置。这好像没有比较好进的球啊。小龙，你可别太勉强哦。我再看看。哎，就这个了。喂。这都可以进了。那我也要动真格的了。轮到我了啊。就这个了，一定要打出本大师的水平来让你看看。哎，这附近的垃圾堆我们都找过了，可是都没有吃的呀。要是天上能掉馅饼就好了。天上怎么可能会掉馅饼呢？而且就算真的是掉了馅饼，那你是不是应该张着嘴朝天傻傻的等着呀？说的有道理。说你傻你还真傻，你以为天上真的有上帝呀？上帝，我不要台球。是小鸡。小哥哥，你没事吧？刚刚绝对是运气问题，我就不信了。这个球该怎么打呢？不是吧，又来了！没打中我！我们说什么先把它拿下，明白了吗？那我们开始吧。嗨，我是台球的服务员，请问有什么可以为你们服务的吗？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怎么办呢？请问还有什么事吗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了，我们还有精美的蛋糕，可以免费品尝。我不想吃。免费的？是啊，是啊。在哪儿？在哪儿啊？想品尝的话，就请跟我来吧。好的，好的。现在只是破，球还没打完呢。这下没得打了。怎么这么多服务员？我不想吃蛋糕。我也想吃。不是的。我是台球室的技术人员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是个天生练球的奇才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那赶快教教我吧。别着急，我这有本书。台球秘籍，太好了。好机会。这本书叫基本的打台球方法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说这个吗？嘿嘿，不知道谁放在我手上的。可是这本书对我没用啊。看来你已经是高手了，那不打扰你了。奇怪的家伙。我瘦高高特制炸弹蛋糕。服务员，蛋糕还没好吗？好了。真香啊。
谢谢，那我先走了。走吧走吧，我等着吃金米花了。嗯，我先尝尝味道怎么样。嗯，什么蛋糕呀，真难吃。嗯，服务员，哦，你把这个蛋糕拿回去吧。蛋糕，嘿嘿嘿。树哥哥，你在干什么？等着吃金米花。要不我们边吃蛋糕边等。蛋糕。嗯，哎呀，小龙啊，汽水呢要草莓味的，你要记住哦。知道了，熊大鸡，草莓味的，马上就来。嗯，你别买错了。错不了。嗯，草莓汽水到。嗯，啊，这么快呀。嗯，你们别过来。这可怎么办呢？纪小龙的双截棍，战争！哎呀，我的肚子，我就不信用不好。哎呀，他好像不会用，上啊，抓住他！哎呀，熊大鸡，要出手叫擒吧！啊！你们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再过来一步，我就给你们好看！我们连纪小龙的双截棍都不怕。还怕你一根球杆吗？这步不算。少啰嗦，胖乎乎。是。看了吧，看来我的大狼棒法威力尚存呢。传说中的大狼棒法，小哥哥怎么办？我们逃吧。笨蛋，熊大鸡几斤几两重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知道，20斤2两又2。哎呀，我说的是他的能力。除了吃就是睡，我是这样吗？就是这样，不足为惧。接招吧，黄鼠狼百变拳！看吧，不堪一击。是啊，是啊，我去把熊大鸡抓起来。既然你们这么不识相，我只好，让你们见识见识打狼方法。呼，看招！我的打狼棒法可非虚名啊！切，不足为惧。我熊大鸡可不是好欺负的。感觉怎么样啊？熊大鸡，不准你打瘦狗狗！嘿，小意思。可恶！嘿，嘿，啊！要不要再尝尝棍子的味道呀？我看你再怎么使打狼棒法，呼呼，抓鸡！好嘞，喂！好强的杀气！打狼棒法的奥秘。战争！我
投降。师傅，气血来了！师傅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等会儿你一定要把刚才的功法教给我呀！好好，等我们分出胜负，我就教。一言为定。别想跑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挺起胸，别再犹豫，在大草原上驾驶着轰炸机。睁开眼，这是哪里？正待在鲸鱼